咱就应该紧甲感受着所有一切。阮一生中爱阮付出过真情，到底是为着啥物？不管山巅秋风，无情吹去。咱的爱对天就干一杯，今生袂牵手做伙。真是花的梦的机会，咱的爱注定今生今世，爱你的深深深再不收回，爱的人安稳人甲安静命，我安有陪。终于大会特别的爱，因为有了你故事比例，假使你我相爱是一种罪，该不该付出代价？你的情你的爱，我的肯定不是心内，感激是爱的。
不会走太多。这是咱长青组哈，李信年，他的李秀成小姐，来放放假哦，哎，不丢丢。哦，第三名，咱的标志的农夫，李农夫。以上是四位立法厨优胜者，把给站住，你要吗？你要站住来叫人玩，那叫人玩把给是吧？你要吗？你站住来叫人玩，来，那请看一下第一名，来，看话题，哎，看话题，看话题啊，哎呦，好，谢谢。来，工作人员请立一下啊！九十几岁了啊！张毅，快消除哈！来，谢谢，谢谢哈！来，李毅，先生，庄清德先生，外光毕先生，林清年先生，以上四位就是我们英华厨的前四名。对，爷爷真好用。好，大家，谢谢，来，谢谢，谢谢。外光毕先生，第二名亚军，冠军是我们的林清年先生。好吧，现在感谢大家，来，谢谢。好，就是咱今日咱的主办单位，啊，这里是咱啊，带所有团队，咱是不是趴下来感谢一下？我想哦，唱歌是种兴趣。听歌是种享受，比赛是过程啦，结果就是完美，就是到达咱平常时讲的，大家都是上优秀。啊，所以大家伫欣赏啊，这个过程啊，伫享受这个过程啊，啊，伫欣赏大家美嘅歌，这个歌曲内底，我相信啊，大家一定拢加足进步足侪。咱用唱歌比赛，把咱遮爱唱歌嘅好朋友，拢看我来三个做伙，我想这是咱上大的意义啊！所以我再一出来感谢咱这届棉花社区啊，理事长甲所有团队啊，这两天来啊，看到伊拢伫遮搭大家服务啊，看到嘛足感心的吼啊！所以这两天看到大家这么精彩的一个演出啊，我看到这个成绩啊出来了后，我感觉吼，其实就像平常时讲的，大家拢爱讲分一坐而已啦吼。啊，但是总是咱嘛是要有一个啊层次啦吼，啊，所以我伫遮来先恭喜咱今日所有的得奖者，我嘛伫遮感谢咱所有每一个咱的参赛，这个参赛者啊，参赛者啊，有恁的大家的参与，咱的这个盛会吼，啊，带会带来这里办到这里完美吼，这里成功，再次感谢大家，啊，我嘛希望大家回去咱继续。各位，咱的兴趣啊，来推动每年招更加侪朋友来参与，好不好？好。哦，阮每年当然办一届，啊嘛，伫遮来感谢咱魏主席甲所有代表先进来支持咱公所编列的预算来通过，啊，才会使予咱来在当每一个活动，咱办咱真成功。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